来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要比赛，比两个东西。第一个是单芯线的直路连接法，直路就是两个线啊，要直直的把它连接在一起，连接起来的结果会像这样，好，好吧 ？OK。好，直路连接法是比的第一个，做得好的同学有加分，做不好的同学扣分。就像黑板上我已经分配好位置了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做单芯线的分路连接法。分路连接法，分路连接法就是一个线，它要分叉出来，所以可以带一个传电出来，对不对？有点像是个并联。不要害怕，我们先教你单芯线的直路连接法。像你包完之后，你就会用这个黑色的绝缘胶布缠上去，这样电在传的时候才不会漏电，对不对？如果有电的时候，你手去摸这个会怎么样？电死，电死掉，好爽啊，好不好？有一种爽感。各位同学，这几个东西就是单芯线，有没有？单芯线，那单芯线这个长度哈，到底要拨多少？因为这个是 1.6mm 的单芯线。1.6mm 的单芯线，你就会问老师，我怎么知道它是 1.6mm 的？来，放大，请看，你看到这里有没有什么字？有写啊，1.6mm。请放大，我们请这个美丽的摄影师，这里有什么字？ 1.6mm， 对不对？所以老师用的就是 1.6mm 的单芯线啊，单就是一个的意思。所以这就是 1.6mm 单芯线。那我这个剥这个皮，这个叫绝缘皮，我剥掉剥多少呢？请看这边，多少？三五。1.6mm 这里10.5mm， 有没有？10.5mm 啊，所以我要去掉10.5公分就对了。来，去的用去的方法有 mega， 这个叫做。剥线钳你会用，我像我自己用哈，我会用中间这一块，你也可以用后面这一块，看你喜欢，用中间这一块绕着它，啾啾啾啾啾，很温柔的慢慢剪掉外面，啊，然后这时候你拿老虎钳夹住左边的，用手拿掉一点点，或者用斜口钳。尖嘴钳夹掉前面。那很多人刚才有一些同学在示范，他说老师好难夹，因为你夹的时候如果跟里面的一起夹，你根本夹不开嘛，你要夹外面的皮，知道吗？所以力量稍微控制一下，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绝缘皮剥掉。好，剥掉就长这样。所以基本上我要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，待会你们每个人都要下去做，今天都要做一个这个，还有另外一个分路的啊。好，来，这里他这有说两根单芯线交叉成30到45度，所以这个你交叉到30到45度，那这里要留35mm 就是3.5公分，对，3.5公分大概是这样，差不多在这里，太多了，差不多在这里，做一个指节啊，差不多大概就是两根手指啊，3.5公分，30到45度，大概斜斜的这样。那弄好之后呢，你就拿瓶口钳，这就是老虎钳，这是瓶口钳啊，瓶口钳固定在交叉点偏左一些，所以你差不多在这里中间中这里夹住，让他们两个哈固定住，这样知道吗 ？OK。然后右手捻转。两根单芯线大概稍微捻转两圈，那捻转的时候你不能夹在正中间，我要稍微夹在左边一点，为什么？不要转。对，因为我要转右手边这边嘛，知道吗？看得到哈，我放夹左边，让他们两个夹住，捻转。我这要一点爱的力量，知道吗？爱的力量。啊！哎呦！杀死！敲了，看到没有？有两圈，粉色叫
右转五圈就转。你看啊，慢慢转会用，因为我用这个转哈会比较漂亮嘛。啊，转完之后，各位同学，这里哈还要再修整一下，让他们两个聚集，知道吗？聚集，聚集就是人真位，像这样排密集在一起。好，所以我刚才这公转几圈，就是在做中间这一部分，知道吗？中间这个有没有像麻花卷？有啊，有。然后这外面就是你要用这个东西尖嘴钳去转外面，而且还要用这个东西去把它夹紧，夹紧，多紧？非常紧啊，靠在一起的那种紧，看得出来吗？好紧，看着这样啊，所以这边啊，你看一下，借你看，还有这个，好松啊、哎、啊，然后最后夹紧多余的线段，你再用斜口钳或者是你的尖嘴钳的后面把它剪掉，这样子一个漂亮的完成品，应该是长得像这样，知道吗？啊，每个人要做出来自己的，待会。你们每个人都要去评分，好，每个人都有一票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评审团，你做的东西自己做完要放在黑板上，这样清楚吗？好，咔，来，接下来老师要示范一下单芯线的分路连接法，啊，分路连接法就是有一个是主要的干线。那另外呢，会有一个分支的线，一般呢会从这里分出来，啊，一般这种就是用在啊串并联的时候，那这种是用在并联的时候，电要从这里导出来啊。那首先呢，我先讲一下哈，有很多同学在用那个剥除这个外面的绝缘皮很痛苦，他没有抓到美嘎啦，是那样指甲抠出来就好了。哎，不是这样子啊！你真的是太……超第一件事情，你们这个后面有时候会外面这里有一些多余的，请你一定要修剪掉，好不好？你用老虎钳、平口钳后面这里修剪掉，因为你要修剪这里皮剥才能剥得出来嘛。再来第二件事情，你有些人哈、哦、拿到这个线哈、哦，因为担心线歪歪的，你自己要稍微先整平嘛，待会剥皮的时候会比较好剥。好，我示范一下，您如果抓到这个美感，比如说我先这样稍微绕一下，我这有在旋转哦，啊，稍微绕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这一边哈、哦，你拿那个老虎钳夹着左边，对不对？尖嘴钳，你看这我已经用了尖嘴钳这样夹，这样往前施力比较好施力嘛，咻就出来了，咻，对不对？好。来，接下来这个分路连接法，第一个你需要一个主要的干线啊。那主要干线你怎么可以像老师这样拨出，这样很简单嘛，你就从这里拨，对不对？拨了之后你就从这边拉出一个中间这一段，这一段要多长呢？这一段要4公分，也就是40mm，你自己拿尺，这叫主要干线啊，多一点也没有关系。再来，我要做这条线要跟它连接，对不对？接一个垂直出来的这条线，这里要拨100mm，100mm 也就是10公分啊。那怎么做呢？你们课本上有，但我亲自做一次给你看，免得你没有感觉啊。第一个，你把主线放这里啊，分线或者这个叫主干线，干线也可以。你说分线放这边，距离这边1公分，因为我待会啊要从这里绕过去，所以距离这里1公分。那这里呢，差不多我会这么抓啦，我会大概抓这里1公分，这里1公分，1.5也 OK 啊。然后开始弯第一次，像我放的时候这里会90度，然后这里就弯过来啊，就慢慢弯过来，弯。这样是不是90度？好，这里要1公分哦，大概一个指头，然后这里再弯。那你会说，老师这个好难弯，那你要善用你自己的尖嘴钳，对不对？有弯，
这样，这样就走90度了嘛，有没有看到90度？接下来你就继续弯弯弯，那在弯的过程中，你会用这个去把它修靠齐，你会把它修的靠齐，对不对？像弯弯弯弯多少？你看哦，这里课本有讲啊，弯弯弯弯弯弯，有没有？你大概弯4到5圈就可以了。这样做出来像这样，那多余的把它剪掉。那像这一部分，这就是分路连接法，连接完之后啊，在真正的水电师傅他就用这个再把这包起来，这样就不会漏电了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品的第二个分数，所以你今天要把直路连接法做出来，再来就是分路连接法做出来，做出来像这样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谢谢。对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同学，我们先做了两个，啊，第二章导线的运用，一个是单线线的直路连接法，第二个是分路接法，啊，作品都在这里，乙行的十行，啊，所以待会评分的时候，一个人先，我们先看第一个作品。哦，这么靠塔的哦。第一个作品是这个哦。直路连接法，所以代表每一个人都上来看，选出自己心目中，把那个号码记起来啊，心目中最好的直路连接法，等一下投票选择啊。好，现在从一号开始，一个一个往上看，都不要讲话，看，不可以投自己哦。一定要看，同时一个没看每一个植物连接吧。哎，摸着良心评分。哎，现在先看作品一就好啊，仔细看。现在只要看作品一就好了。植物连接吧，每个人。林侦探，
怎么没有给力？我举自己浪费资源，我不管你。一个人一票，所以一人一票，一人一票。所以第一个作品植入连接板做得好的有几个号？有三号，掉没有？五号，还掉没有？七号，八号，九号，这是十二。这是14，但是这里有一些人是高票的，以八号、八号跟14号这两个应该是奖品有很大的。14号是谁啊？接下来要选烂的，不理想，烂的要扣分。好，来，不理想，每个人过来看这些零分的，选出心目中最烂的。要选烂的，你们自己有做就知道。哦，原来选出一个最烂的，赶快看一下。没有听过。选觉得做的最不好的，资源投一票。好，看完了没？看完了。好，回去做好。我没看到呢。那你赶快看。每个人一人一票。赶快，赶快。仔细的摸着良心评分，摸着良心啊！你们就看到几个零票的，零票的就好了。好了，我操！不要讨论，不要讨论，摸着良心评分，真的。摸着良心评分，你自己做就知道怎么样是好的，怎么样是不好的。烂的啊，选烂的啊，这个都算分数哦。好，选烂的啊。看到没？八号有在加强，哎，七号有在加强。
心目中最好的那一个？摸着良心啊，看见。摸着良心啊，昨晚的，哎，有的人作品二做的比较好啊。你看你说，你说的只有只有。拿回自己的作品一，从一到十五看作品二，摸着良心选出最好的，摸着良心选出最好的。不要轻易这样子，我是说十五。哎，不要管他是谁，就记号码就好了。冯万成验一下。验一下，明白了。有刚刚验。好了啊，那这里我就加这两个分。好，回去。我加多少？五多。回去喽，赶快。啊，麻烦你看好啊。来，选好的，好的，我从一号来啊。觉得一号做的最好的举手，觉得二号做的最好的举手，三号做的最好的举手，四号做的最好的举手，零，五号做的最好的举手，一个，六号做的最好的举手，哦，两票，七号做的最好的举手，零，八号做的最好的举手。要举还是不举？不举。九号做的最好举手，谢谢。一个。十号做的最好举手，一个。十一号做的最好举手，零。十二号做的最好举手，一个。十三号做的最好举手。吴承恩少举了。你有办法举？我举十二号。你数十二。十三号做的最好举手，我应该有十三。十四号做的最好举手，你、你、你，对不对？哦，三个。哎，那么多。十五号做的最好举手，一个。他冠军，十四号冠军。哎，我想加分。老师，他现在都有了。讲话扣分。怎么了？他现在都有了。哎呦。那就是抢两次分数，那个两票的也可以吧？还可以啊，两票的也可以。来，一票也可以啊，一票也可以。一票没有，然后就是这样。两票是谁？十二号。对，十二。六号也可以。六号也两票吗？九号也有。六号也两票吗？对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真的。有录影存证啊。我的中美班。我九号九号。就这样啊，这这几个两票。谁啊？没事啊，有录影存证吗？我不举。哎，要不要看烂的？还是脑袋已经有了？没有，没有，都有了吗？有。脑海里已经有最烂、最烂作品的举手。有这样子。脑海里已经有知道最烂作品的举手。我们要针对谁？不要针对谁，是看作品。针对可以讲啊。可以吗？那我就直接选了。好了，我想。觉得十五号做的有待加强举手。很次要。十四号有待加强。十三号有待加强。两票呢？哦，两票。十三号有待加强。分手都这样跟过人了。十二号有待加强。我没发言。十一号有待加强。我选择了。花生在里。十号有待加强。哦，对对对，抖音拍的不好。九号有待加强。八号有待加强。没有什么需要。七号有待加强。伤害，对对对。六号有待加强。没有我吗？五号有待加强。不是五号，所以只有吴承恩而已了。吴承恩。三号有待加强，二号有待加强。
的第二个。